可以帮我们讲两句话吗？今天我们特别想要跟 Coco 说什么？这几天心情有比较平复一些吗？老师有没有最怀念他什么事情？学生学生快抬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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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你看。红姐，红姐刚刚有没有跟你们说些什么啊？红姐，红姐刚刚有没有跟李文说什么？好了，学生抬举先啊，感谢你好友啦哈，抬举先，抬举先。Bye.